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最新原始点官网繁体版、简体版、英文版及原始点 APP 已上线。为方便大家查找使用，我们在这里为您演示如何使用这些原始点资源，以便帮助更多民众。感谢您对原始点的信任和支持。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原始点案例及相关资料查询方法演示。原始点资料查询的几种方法。一、直接在浏览器上查询。二、使用官网地址查询。三、使用原始点 APP 查询。直接在浏览器上查询。打开您的浏览器，如下所示，输入原始点官网几个字，按回车进入下一页。点击这里进入繁体版网站，点击这里进入简体版网站，点击这里进入英文版网站。下面我们在电脑上以繁体版为例，给大家演示查询过程。当您在这里点击原始点繁体版时，就会进入原始点官网。如下页面，首先您看到这里有几个主选项：一、网站首页；二、原始点医学电子书；三、讲座视频；四、实作教学与答疑；五、手法视频；六、案例分享；七、各地推广点；八、最新资讯；九、精选影音；十、关于我们。本页就是网站首页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项，原始点医学电子书。这里您可以选电子书或有声书。电子书包含原始点医学最新简繁版全部文字内容，有声书包含原始点医学最新简繁版全部语音内容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项，讲座视频。这里包含2022原始点完整版讲座和2022张医师线上课程。下面我们来看2022原始点完整版讲座。在这里您可以找到2022原始点完整版讲座视频。您可以根据目录点击进入任何一个主题观看视频。这个目录与原始点医学当中的目录是一致的。对于刚刚接触原始点的朋友，这里是您学习原始点的入口，提供您需要掌握的原始点基础知识。对学习原始点多年的朋友，这里是您深入理解钻研和精准应用原始点到生活中的知识宝库。下面我们来看2022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所有张医师2022直播的内容按直播日期都在这里列出，您可以根据需要重复观看。2022张医师线上课程，北京、台北时间每周日上午9点至11点，北美时间
每周六，每东九点至十一点，每西六点至八点，每中八点至十点。下面我们来看第四项，实作教学与答疑。这里有八个不同的选项。一、实作教学。二、肿瘤问答。三、各种疾病问题。四、观念与理论问答。五、按推相关问答。六、饮食与内服姜品。七、温敷与外用姜品。八、其他。这里收录了张医师回答学员的各种疑惑，展现最新原始点实作方法，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查找内容。比如肿瘤问答栏目下面主要是结合具体一些癌症病患的情况，张医师讲解如何使用原始点方法来帮助患者战胜疾病，恢复健康。各种疾病问答栏目里，张医师回答各种患者的提问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五项，手法视频。这里含2018至2020年手法教学视频。通常最新的按推方法在最新的手法视频中。下面我们来看第六项，案例分享。这里是使用原始点方法处理的各种不同疾病案例。一、新冠肺炎。二、心脑血管中风急救。三、头颈眼耳鼻喉。四、身体肺肝胆肾肠胃。五、四肢。六、皮肤。七、妇产。八、其他。九、癌症与肿瘤。十、神经精神。十一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。十二、感冒发烧。十三、烧伤、烫伤、折伤、咬伤。十四、中毒。十五、动植物应用。十六、实作分享。在这里按十六类别展示不同案例，志工使用原始点医学方法，耐心帮助患者解除身体苦痛，恢复健康。大家可以点击菜单中的任何选项查找您需要的案例，或者用关键词搜寻的方法查找您需要的案例。下面我们来演示如何使用关键词搜寻案例或问答。如果您目前使用电脑上网，无论您在原始点官网的哪个页面，在页面的右上方都有一个搜索框，如下所示。使用关键词搜寻案例或问答。在搜索框中输入您要查找的信息，如脑瘤，然后点击搜索框右边的搜索标记。搜寻结果如下。搜寻结果在这里显示出来，可能会搜到多个案例或张医师问答中涉及的内容，您可以根据需要点击观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如果您使用的是繁体版网站，您输入搜索的字一定要用繁体，如脑瘤。如果您想使用简体网站或英文，可在这里点击相应版本转换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七项，各地推广中心。这里您可以找到全球各地原始点推广处。下面我们来看第十项，关于我们。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捐款链接。YouTube 官方频道是原始点直播频道，可以观看张医师每周末的在线直播和以往的直播内容。联系我们中，您可以找到与基金会直接联系的各种方式，比如给基金会发邮件咨询问题。联系我们，在这里您可以扫描二维码下载原始点 APP， 也可以直接到手机 APP 商店搜索原始点下载。原始点简体版、繁体版、英文版 APP 均可下载到您的手机上，方便使用。本页下方也有原始点基金会网站链接及总部邮箱和电话。原始点官网及原始点 APP。繁体版、简体版、英文版。用您的手机扫描此二维码，即可将原始点 APP 安装到您的手机上使用。目前原始点 APP 只能在安卓手机上下载使用，在 iPhone 手机上的使用正在申请中。感谢您的观看。